少年轻的网友对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都比较好奇，嗯，然后我俩在吉林省老年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查到了，他们竟然开设了卡拉 OK 课，对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今天就要深入课堂去体验一下。都说学无止境，学习的尽头是老年大学，那今天我俩就少走30年弯路，去感受一下课堂到底有多快乐，走吧，走吧。他学会之后，他唱的时候对不对，声音对不对，这是我们要教的一个难点的地方。那么怎么能够提升喜欢唱歌的歌友们的对歌的这种高度呢？我觉得是每一个从事声乐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教员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咱现在属于课间恶补阶段专业知识落人太多，只能走捷径，从歌曲上入手了。都怕抽查您来得给我们唱来吧，没唱的上台唱，就那几个人了，对吧？二三五，也包括咱俩唱你俩，你们这阵势强大啊！二三，